光光吗？牙齿都很光光。等一下看就知道了。哦，对不对？好痛哦！我都感觉真的会断光光啊。没断也会被磨平啊！真的。布布你好可爱哦。 我在玩啊！玩猫，我的功夫贼牛，贼溜，贼溜啊！它类似那个有点像那弓箭传说，可是它是横向的，然后是火柴人打架，还蛮好玩的。好了，可以过，可以来了。火柴人是要干。回家。 回家狱，吓死！最绝对强者，继续游戏。绝对强者，等一下让他趴在地上，趴在地上的强者。嗯，他不该起来，他不该起来的，还没到，就像当兵一样，你在错的时间起来会被闪光叫回去嘘嘘睡。你说1下2上那种？没有啊，就是你晚上太早起来，起来干嘛？继续睡，白天不够累啊、喔，类似这种。哦。嗯？是哪个营地啊？耶，这个秃鹫乌不可以叫了。 再不去打交道啊！捡个石头啊，没吃饭。没差，猫出去好了。恐龙总在那边。它不会下去的。五宝。Pacey。是吧？会经过残爪。 我的 Uber 一直撞到残爪，他撞了大概5次吧。嗯，他会在后面停下来，嗯，然后在后面慢慢走这样。我昨天就跟他们在打巨魔之地，我的 Uber 就是扭屁股。你干嘛？你一直撞残爪干嘛？我到了，你们下来走吧。那我快到了，我快到了。到人瑞来了！你在跑？怎么会有人中毒？那个奇灭族帮我载到那个奇灭族奇怪的地方啊。 转运站，走到哪里啊？不要乱倒哎，倒虫，下来走啦！观光客哦，走的倒虫，我在用走的倒虫乱倒啊！不要相信 Google， 观光客 Google 会让你迷路哦。你可以问一下奇灭族在地人啊。直接最后倒虫就直接不见了。 跟你讲，你走错啦！哎，我才刚喝满就揍我一下，凶哎！就还好你有喝满，凶哎！你还是穿旧的上位装吗？我吗？对啊，不然在场还其他人吗？我现在穿驯龙那一套。哦，好哦，节约，然后带完节约，可以醒来。 软屁屁，会死哦。没有，我说杰克会死哦，不是我。有可能啊。Uber， 睡觉，睡着。 睡迷你睡屁呀，睡屁呀！等一下，倒下！我在啊，打他！吃我一方！知道了，我说我是叫他倒下，我没有带免蛋啦。倒下，不要站起来。 倒的好，哎、欸，可是这样就只有一个人可以断尾、欸。嗯，他断了，好勇哦！你好努力在打尾巴、哦，你看那另外两个，超努力的，他一直在打尾巴，这才是嘛！那天明明就三个可以断尾的，跟我抢头干什么？ 推爽没？推爽没？对啊，看没看？没看过你。敲！哎呀，没敲晕。这猎魂那把是自动填装，然后特甲。对。好做吗？还是不好做？天地皇子不好做。伪王枪。 回王的，但是那个是一个投资，有那个之后会比较轻松。有这个之后要多少那个眼睛啊，那个素材，对对，就是有一个素材很难掉，但是做了这把之后就有多少就有多少这样。不是，那个比较好打到，要打他的脸。哦，因为这要打他的脸啊，但是你也如果你有看过的话，它就是那种很高大的那种。哦，所以特别不好打，只有等到晕了才可以打到脸的那种。 就是拿这个，昨天就是两把，一把是那个，然后那个什么侧甲速射，你知道？边滚边射，就是那个轻弩的侧甲速射。嗯，一个人拿侧甲速射，一个人拿这个，我拿这把，然后就把他脸打下来了，射爆了，射爆他的脸。哇！干车，干车，干别！ 不要动！垃圾石头！啊，没事了，我是密钥了。喂呀！草屁哦，我没有走错路哦。后面的随便走。急了。不要往前走，拜托！哎，他打了，这是碎了吗？哦，没有，从屁股灌到口，又倒，嗯。 他是被蚊子叮到哦，那应该是侧脚爆掉了。哦，痘爆了，痘爆了，痘爆了。哎，滚起来！有人虫子落单了。 倒是掰咖了，他没有他，对，他是掰咖了。这个陷阱是不行啊，不行啊。对，我还在换子弹呢。进去挖东西。有东西吗？然后我都会进来随便挖个素材啊，骨头啊、化石啊。哦，最后的20秒，还有2个光虫，冰原的废物，也没有到废物啦，就不好用。哦，天理呢？垃圾，东西，垃圾。太古宝珠，跳跃体术。 哦，弓可以哦，这弓不就蛮用算了。滑步弓，哎，直升机教授又忘了用了，不管它了。嗯，来自冰眼的一线间啊，讲人话、啊。冰眼，讲冰眼啊，嗯，哦，是要打冰咒龙了，击退而已吧，击退而已。哦，对，击退。哦，那个很好玩的，就慢慢玩啊。对哦，那我们去打黑角龙。打黑角龙喽，看一下我有没有人物。 我是有啦，不过有没有要打3只龙？哦，我去看一下我们单独黑角龙。耶，有居无之地耶！所以这个慢慢打都会赢哦。那个你要填充，然后射它，装弹射它吗？对，类似那个龙山龙。龙山龙，对对对。不过那个龙山龙会跟着你打，跟着你跑。哦。它会跟着你跑的龙山龙。对。 黑角龙，黑角龙。好，我没有。要吗？我这边有力战的蛮热跟雌火，跟一只普通黑角龙。我这边有3个的黑角龙。没，你有吗？你有吗？我有单独的，有。好好好，我们去打，我们去打。谢谢大佬，谢谢你。1斤而已啊。 可以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一定打得到啊！好打不到再打、啊。好了，我要麻死他，我要晕死他。接了吗？好了，听到声音了，听到汇款下来的声音了。 使用餐券，虽然花600多张，不过看他持续在扣，觉得有点惊惊。你们都在15营地对不对？又上了。嗯，对啊。对。那等一下，你等我，我吃状态，你们再走。变状态，变装备。冰咒龙。哎、啊，等真的要打冰咒龙再去唱。好，我们再去雷到剩1猫。 再跳出去，跳出去让他打一人血量。他好像会现在会改了，按照比例。没关系，这他按照比例还比较好一点。他只剩1猫的机会，我就好像就是会那个。哇！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我3个人丢包哎，我真吵。好吗？好吗？先回家吧，先回家吧，先回家吧！我要帮你吃补啊。不知道我还没吃饭啊。 回来！哎呀！我好害羞！哎呀呀！好，等一下。哦，好痛啊！他撞到一下。好了，我来吃饭。哇，2个都满足感，赚了，赚了一笔。猫的 KO 数，哇，它看起来好漂亮哦。灵兽吗？他还没有变身吧？你那时候看的时候，嗯，他的脸还没有。现在是在龙结晶打他吗？龙结晶啊。 哦，那还没有很漂亮，对，它有更漂亮，就是它的鳞片会反射那种，你之后就知道了。漂亮啊！不要跳过来！哎，有角龙哎，打死角龙再打黑角龙，真的吗？我很认真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认真我会当真哦。怎么战斗了？哦，角龙看到了。 黑角龙，来！哇！他看斩龙在吵架了，他白痴哦！不是啊，角龙你不要过来哦！我没掉落物了。我们在欺负他老婆，你不要过来！哎，欺负你老婆！你掉落物是不是？对，帮我！ 你怎么麻了？我啊，我让他麻，麻的好。哦，两个都没中。我可以把侧甲全部放在他头上。来，再来他，你不准起来！啊，你总是躺这边。灌你屁股，灌你老板，灌老板。 我就计测他头就对了。嗯，尾巴也交给你哦，因为有个真的是只要尾巴的材料装备。尾巴是要断尾巴。对啊。有点难。那你加油。那尾巴有点高。没关系，我计测他的头。那我帮你猫一下尾巴。 他断尾反正是看伤害的、啊，你伤害够还是就最后一下算你的就好了。最后一下是切割就可以了。对。对。那我去测他的尾巴。龟爪没？看，我被连续攻击，我死了、啊。我等一下，我好像没吃蜜药哎。他是不是要冲人了？ 撞我啊！哎呀，啊，没有带那个音爆，嗯，音爆，打发，你干嘛喽？你干嘛喽？你干嘛喽？ 你好棒哦！ 倒下啦！我们要你的尾巴、啊，好真乖。那个冰是挡不住的哦，不知道什么冰，冰咒龙直接吐冰的那种，嗯，可以吧？我挡不住盾几啊？盾三，嗯，应该盾几都一样吧？有墙壁就可以挡吧？我没装墙壁，要墙壁啊！不，我的猫的御手没了。 还敢吃御手啊？你说御神千令子啊？对。哦，我裂痕。挡下来了。转身一招，密钥，提枪，射你尾巴。等下，外面的在叫，等下哦。 他好像出去外面了，他去找她老公了。对，中到了。再射一次。 啊，没有速度强化，那个子弹的弹道真的好短。嗯？好晃耶！我知道，可是啊，白痴哦！哦，还好，还好，我以为我丢到一臭蛋。 哇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做尾巴真的有用吗？有啊，用它耐久。麻了，可以出来麻吗？拜托，你可以出来再喘气再晕吗？拜托，我说他，放屁啊！去，车甲一发不剩。要上去，哎，干嘛啊？新招哦，是新的吧？ 这个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它是钻上来马上下去，钻上来马上下去。不然我等吧。救命啊！ 哎呦，我的妈！你很臭，你走开！哦，撞倒了，撞！下准备被叫人撞。